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深哥。最近啊，各大银行已经出现了一种卡，这种卡上面写有两个字“散户”。散户卡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通过散户卡里面的散户芯片，不用刷卡，也不用输入密码，就能够刷走里面的钱，资金价1000元以下。所以，当你办理的卡上面写有"散户"两个字的，你可要千万注意了，要不然你的卡一旦丢失，别人捡到的话，只要拿着这个卡触碰一下，就可以消费了1000元以下的资金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消息，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，因为目前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这种卡，所以千万不能够大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要是大家觉得有用，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友和朋友。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。